大家好，我是乡村用针的娃娃，今天用地瓜叶给大家做个美食，看看我是怎么样做的。是这种地瓜叶切成熟块，这不是他地瓜是的，这叫抹茶地瓜，这不大鹅了，种的就是叫抹茶地瓜。家中栽，栽的纯地瓜走的，弄点咸盐，有点微整，里边打成鸡蛋。大量吃个鸡蛋，搅拌均匀，放花生油，搅拌均匀。涂上点苞米面，再搁上点薄面，都趁就是那样的光光的苞米面，弄些盐子，搅拌均匀，让每一个地瓜叶都沾上面粉和玉米面。看那哈没沾上面粉和玉米面，得倒上面。这么搁了，就搅到这么个干水就和实行了。拌好的地瓜叶放到玉米皮上，不是中间，放进锅中。全都放进锅中了，盖上锅盖，开火20分钟。时政的烧辣椒切刀块，搁到饭里一起，倒点味滴筛香油，兑到橄榄油，光点味精，搅拌均匀。到点了，香果。没味的蒸地瓜也做好了，放到盘中。拌好的蒜泥浇在蒸好的地瓜叶上面。尝尝地瓜叶什么味儿？现在都是地瓜叶两样味儿，够好吃了。我也不能够。希望大家多吃点粗粮，既大又大又营养也不差。喜欢我的视频。请关注乡村用针，谢谢大家，吃个粥粥够。